在 BL 韩漫系列里面，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成人直播主叫做 BJ Alex， 拥有大批粉丝的他，直播时总是戴着面具做一些让人害羞的事。他的直播间在漫画里面令人印象深刻。身为一位热血系 coser， 决定再次把家里的小空间打扫干净，变成这位二次元男神的直播间。那么就准备好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改造 BJ Alex 直播间。我现在要开始打造简易的直播间了， go go go！说起我心中经典的 BL 韩漫作品， BJ Alex 肯定榜上有名。主妇 CP 皆有颜值，全程有肉又有剧情。公君安志元卸下直播主的身份，是一个聪明又帅气的学生会长。小受男东君则是在高中被迫出柜之后，对自己相当没有自信的边缘人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应该只是流于形式的追妻火葬场吧，没有想到看完之后身心灵都受到滋润啊。没错，这位公君其实是一个感情受过伤且不相信任何人的大闷勺，而小受则凭借着迷弟之眼看穿了 BJ Alex 的真实身份。为了保守秘密，两人只好展开各种关系，在满满的肉色画面之下慢慢推进故事线，从隐藏真心到确认心意，从猜忌不安到学会爱人，连副 CP 也超大推，是三观良好的 BDSM 关系哦。他们通通都喜欢直播一些好玩的事呢，正好家中各种直播用具终于派上用场啦。刚刚我直播间完成了，没错，看 Alex， 感谢朋友小妖赞助。其实我平常就有在做直播，所以这些道具都是我平常直播的东西，然后我只把它用比较 BJ Alex 的感觉，然后后面放一点他好像漫画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场景。那等一下就要请出我的小兽，我们一起来这直播间。我觉得我进去开会先冲进去。哦，也是啊。Hey bro， yeah。对。你的尊荣不凡的影子也已经掉了。好，我先上我的宝座。OK， 来吧。哈哈哈哈！他真的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Hey bro， 见面了。Hey bro， 我在。该见都见了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拍很多不得了的，很多肉色的照片，所以就敬请期待吧。OK， 我要跟我小兽玩耍了，你们慢慢看哈。好，走喽！哈哈哈这样子的镜头的架拍的。
节目就到这边。那今天其实真的拍得蛮累的，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都不能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拍摄的很多内容都是比较身心年龄都满18岁了你才可以看的一个作品。这些成果呢，我们会出成一本书。那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，可以来点选这个链接，然后马上拍下。你就可以把一些精彩内容带回家了 ，OK？ 如果未来你们还有喜欢的一些 BL 的作品呢，欢迎推荐给 ACG 给小花，然后我就会去拍给你们看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喜欢今天节目的话，记得帮我5连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等一下。Lisa、Masa， 你们到底在干嘛？霸占我的直播间。